来来来，这首歌老歌，我有一段情好听，听听看。这首歌我有一段情好听，人要有情有义呀、啊。各位，我做五三九六合彩做了31年了、啊，我有骗你一句话吗？我有骗你一毛钱吗？世人怀抱起玄机，叹一句呀唱一声，唱出我的心头恨。我有一段情呀唱给春风听，春风替我问一问，为什么他要断云溪。来来来，我有一段情，我从事六合彩，现在539，我招募会员31年。各位会员，我有骗你一毛钱，你时常来找我，我电话都公开的，0979-04-04-92。我骗你什么？骗你钱？骗你的人吗？夜有深呀夜有明，只能怀抱起玄机，叹一曲呀唱一声，唱出我的心头恨。我有一段情呀唱给春风听，春风替我问一问，为什么他要多隐虚。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、新会员们、老会员们，我有骗你一毛钱吗？我的一举一动、一切一言全部公开在网络上，我的牌子大部分也公开在榜数上。这个月中7次，你哪个人敢说我欺骗你的钱？我欺骗你会员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赔死，你赔死用你的方法，你家是叫你不要签三星，我是偶尔才签三星呐、啊。昨天中一次三星就输，我就不会再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不过输了200多块钱，是不是？千万要记住了，你自己要懂得赌博的方法、倍率。